没啥意思，一般吧，没啥意思。怎么着哥？咱有好玩的，一般，多开心，其实开心不开心？其实真一般，其实挺吓人的，挺不友好的，是吧？导演，谁让你上去的？真的，谁让你上去的？你说上去这玩意儿，你觉得上去那一刹那他们管你了吗？好玩吗？我们俩互相搀扶的挺好的。你看师傅写的什么？我别磨烦了，我。我来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你这个，寡妇失业的，你上一边去，你写一不错。还行，算了，不行吧？不，来吧，来走这去。不行，我也不行，这我觉得一般。您这是什么？好，开心，开心，就是高兴。郭老师玩的很开心，哎，大林呢玩的不高兴。好吧，那咱们下一个项目，好，走呗，走喽。哎，下山了，咱漂流船，这好玩，这个上船。您坐前面，师傅您坐前面。哎。哎，就哎，这多久啊？这我有点顶啊，三分半吧。不怕，儿子有我呢。哎，开始了吗？可以开始了。还等什么呀？人啊！我这俩这坏蛋们呐，没撕下来，我撕一条。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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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好，也好。还行，好玩好玩好玩，这就凉快多了。哎，哎，不错的，哎，挺好。啊哈，好，好，拜拜。哎哎哎，上，他给他，哎哎，他俩怎么？哎，他俩怎么了？哎，你太沉了吧，哥！你不能坐前头，要不咱俩换换吧。这儿没法换了。呜！嗷！嗷嗷嗷嗷！画画的北北，画画的北北。哇呀呀呀呀呀！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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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小谷，你怎么了？给扔水里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他不敢，不敢回手。算了，行了，太热，已经热迷糊了。这个呢，又是一个游戏。好，这回呢是跟张鹤伦队的一起做的游戏。哎，这个是一个九宫格，这个叫三子棋。哦，哎。中间呢有蓝黄色的水滑梯，每个人从水滑梯上滑下来，先到的人就可以先下棋。下完以后呢，吹一下喇叭，示意下一个人才能接力滑下来。每队有不同形状的桶啊，中桶可以套小桶啊，大桶可以套中桶。在棋盘上某一队的桶连成一线的时候，该队就胜利了。好，知道了，好吗？好。规矩还是这样，这回呢是二位郭老师跟轮儿队一起来做这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开始喽！这水太深了吧，我有点害怕。我也害怕，咱走吧。不要让您的父亲单独游玩。哎，对。怎么着哥，什么战术？还第一个那大的一定要放、哦、第一个两个是同时下的，是哪色的？都是蓝色、啊、我们是蓝色是吧？对，还得拿大，对，第一步拿最大的线中间，下中间，搁边上，不能搁中间，你大的后下，你先下大的，就是你不能再扣它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先下大的是不是可以先占一地儿啊？对啊，也是一般用不了仨对来吧，
中间我们我第一个出发。好，咋的？那找一敏捷的吧。这个你先上。不是你跟他，你找一敏捷的，不行不行啊！你来你来你来。要不一会儿给老秦撅巴折了。别折了，老秦。你看老秦这裤子穿直逛的。我们的九宫格三跳起比赛，现在准备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，哎呀！你看，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拿一大桶站中间。吹喇叭。哥您，完了。不行，放那个，放那个。放那个，过了那个。哎哎哎哎，拔不拔？拔不拔？定了，吹呀吹呀。怎么吹呀？这个这个。爸爸爸您下去吧，您甭管甭管他们。走，师傅。下您的，下您的。吹吹呀。边堵他一个，对。吹啊！嗯，吹那个。哎呀，脑袋哥呀！布拉快，蓝的给他连成一条线就好了。师傅，哎，师傅您啊。您听我的，我听你的呀。也能套上，也能套上，漂亮，好，好，赢了，对，就这意思。也能套上，也能套上。没用，接着下，拿小的站。咱俩这笨蛋呀，你等会儿别你别打我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成，这对呀、啊、这不就我们赢了吗，这不已经赢了吗，我分析小妹儿傻呀、啊